好，扑克吧里拿到了 Aces， 德州扑克里最强的起手牌，加注到三百刀。扑克吧里的加注引来了很多男牌手入池，都想和他一较高下玩一会儿。欢迎来到大鹏德州，今天我们带来扑克吧里征战 Hustler 娱乐场，这位是华人美女牌手 Sia the Bot， 两位美女是今天的主咖。DJ 和 Poker Bunny 带入10000刀 ，CS Bot 带入5000刀，带入最少的 DK 也有3000刀。场上的芒种级别是小芒10刀，双大芒20刀。DJ 玩弄一下 Poker Bunny 的兔耳朵，非常能理解，男人嘛，是吧？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手牌，这是一个炸弹彩池，每位选手芒下100刀，直接打翻后 ，Poker Bunny 拿到了 Kings。在这种炸弹彩池里面 ，Kings 真的是不太够用。顶对好踢脚是打出来的最低标准，因为大家都是随机手牌，有很多歪两对啊，包括这样的面，还有一些听花听顺的组合。DJF 拿到了一圈杂色，下注400刀。我们来看扑克巴里，扑克巴里这个牌大概率落后，而且一旦落后很难追，只有 K 的 House， 还有一个后门顺后门花的想象空间。比较一般啊，选择了 fold， 到 CS bot， 哇，玩的好松啊，中对中等踢脚，选择了 call， 哦，转牌一张9，这样的话成长成为了两对，美女在笑，这个马脚漏的，我们来看 DJF 也是选择了过牌，合牌一张草花8，那牌面是出花出顺，两位选手都有很好的摊牌价值，没必要下注了。加泽鲍特现在有牌力，没有位置，在前面选择了过 ，DJF 也过，那加泽鲍特成功收池，这手牌盈利1100刀。这个牌加泽鲍特运气非常好，他就是在最后位，觉得其他选手都弃掉了，那这个牌赔率是合适的，就选择了 call， 结果转牌就得到了成长，那确实是比较爽啊。如果拿到了 A 十杂色 ，fold 掉了，这个打得好紧啊。不过 fold 掉是没问题的，只是在这张桌子上大家打的都很松，这个 A 十直接 fold 掉就显得格格不入。好 ，DJF 在小毛位拿到了 K 勾杂色，选择了 call， 大毛位的 A 七杂色也入池，到 DK。勾二杂色这手牌我推荐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弃掉，但是 DK 选择了 call， 这个符合 DK 的风格，他的入局率一般都在70%多，非常非常高啊，就那种实在是不能打的牌在前位才会弃掉，在后位全范围游戏。那这手牌确实还击中了一个顶三条，转牌一张红心7。哦， DK 的顶三条是被 DJF 的顶三条压制了，我说这个牌胜率怎么这么低啊，只有 13%。 这个就是乱玩牌带来的一个代价，即使击中了牌也是被吃掉的那一种。我们来看 TK， DK 开心死了，一家打一家 call， 这个牌如果想推 all in， 转牌要做一个加注，然后合牌推 all in， 选择 call 的话这个底池膨胀的太慢了。好，我们来看 DK 加注到1200刀，奔着干光去了。那么67杂色已经是没有什么胜率了，这手牌在 UT 继位直接 fold 掉，回到 DJF。 DJF 已经在问对手的后手马亮了。好，他选择了 call， 那 A7 直接 fold 掉，两位选手看合牌，我们来看合牌 DK 能不能实现反超。哦，合牌给了一张2，哎呦我的天哪，老爷子，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是吧？这样的话 DJF 就难受了，合牌出一张2，好在是一张红心2，这样的话给他了一个同花的提示，牌面现在出花出顺有攻对， DK 直接推了 all in， 后手马量太短了，我觉得 DJF 弃不掉，我觉得他真的弃不掉。 I pay you。好，选择了 call， 然后说我支付给你。You win, you win, you win. DK 收了。
I didn't even notice it was a DK 这个牌打的真的是太幸运了、oh、没什么好说的。其实郭尔杂色这个就不应该在这个起手牌范围表里面，就翻前可以100%的弃牌都没问题啊。只有在前位选手都弃牌，你在小盲位的时候你去挤压一下大盲位，这个可以考虑玩，也可以考虑 fold 掉，都可以啊。那这个牌 DK 就玩了，结果是中了明三条踢脚被压制，合牌直接出一张牌和杀对手。这个就是荷官拿着别人的筹码往你这边放。好，扑克巴里拿到了 Aces， 德州扑克里最强的起手牌，加注到300刀。扑克巴里的加注引来了很多男牌手入池，都想和他一较高下玩一会儿。但扑克巴里的入局率是比较低的，他打出来的加注应该会得到尊重的。好，翻牌圈三圈，扑克巴里的超对胜率73%，但这个 AB 币面要打出来的，因为牌面是发出了两张红心啊，扑克巴里要保护一下自己的正手牌，只打了200刀，想打掉一些纯空气。那 DGF 的勾九也是选择了扣啊，这个防守范围太宽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成长性了，摊牌价值也是不足的。那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选择了扣，很难解释。我们来看扑克巴里。扑克巴里的下注还没来 ，DGF 就准备 fold 了。就这个牌，我觉得 DGF 选择 call 应该是一个带三的组合，手对啊，然后或者是一个听花的组合，拿一个这样的牌真的是没有任何成长性。面对 Poker Bunny 的下注，他只是觉得打得很小就选择了 call， 那其实不应该的，真的是不应该，没什么意义啊。Poker Bunny 在庄位拿到 K 圈方片，面对加注选择了 call， 这手牌打翻后有位置优势。DGF 拿到了 A10 杂色，300到740刀，这是一个挤压打法，挤压的对象是面对加注选择平扣想进来摸彩票的选手，打掉他们是一些弃牌率的红利。 DJ fold 掉到扑克巴里，选择了扣，其他选手的牌力都一般。那两位选手打单挑，现在胜率是62-38，彩池来到了1960刀。DGF 抢到了顶端牌力的范围优势，扑克巴里有位置优势。翻牌689彩虹面 ，DGF 选择了过，这里推荐高频 C 败一枪，下注尺度可以是1/3彩池啊，因为 DGF 手上有 Aces Kings 的组合，而扑克巴里没有。扑克巴里面对加注选择了 call， 面对三败的还是选择了 call 啊。没有 Aces Kings 的组合，扑克巴里打600刀 ，DGF 选择了 call， 彩池来到了3160刀，转牌一张10，这样的话 DGF 在前位拿到了顶对顶踢，同时牌面变成了单张成顺。扑克巴里要想实现反超，合牌需要出勾或者是 K 圈，出勾能成顺，出 K 圈的话是补到一个更大的对子。扑克巴里下注1000刀。DGF 选择了 call， 我们来看合牌。哇，合牌给一张草花圈，这样的话牌面单七单勾都能成顺。牌面的坚果是一个 K 勾啊 ，K 勾的话是最大的顺子。DGF 在前位选择了过，我们来看扑克巴里。扑克巴里有了很好的摊牌价值，没必要做价值下注了。如果他拿到一个什么带勾的组合啊，蹲你一条街你也很难受。他翻前打了三败的，有勾勾啊 A 勾啊这样的组合完全没有问题，小概率的 K 勾同花。扑克巴里有想法，这手牌想的话就是有想法，没必要，真的是没必要，这里下注有点找爹式打法了。好，选择了过牌，扑克巴里成功收持，打得很稳健，这手牌盈利2820刀。扑克巴里经历一个中等时间的思考以后啊，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他现在打牌真的是很理智，比他一年前成长很多。扑克巴里是不断的在打牌，不断的用 GTO 软件去复盘自己的这个每一个动作啊。只要长期这样坚持下来，那么经过时间和手牌数的累积，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
波克巴利在往德州扑克职业牌手的道路上前进。颜值只是一时的，而牌技却是永恒。好，波克巴利在 cut off 拿到了五五，面对加注选择了 call， 西亚斯波特拿到了 kings。德州扑克里仅次于 aces 的起手牌，300到700刀。ace 同花 fold 掉，到波克巴利的五五。这个牌可 call 可 fold 啊， call 进来的话就进来撞一下按三条，撞到继续打，撞不到这手牌基本上就结束了。两位美女之间的博弈，这两位美女之间去比啊，显然扑克巴利更大一点，是吧？哎，这个扑克巴利很纠结啊，没什么好纠结的。好，选择了 call， 彩池来到了1600刀。哦，翻牌直接中赛的，这手牌下次 bot 麻烦了，胜率只有8%了，需要补 K。然后下次 bot 还是一个超队，有很好的支付能力，主动打一枪。我们来看尺度，下注400刀到 Poker Bunny。下次 bot 翻钱做了3bet，手上有这个超队的组合，还有 miss 两高张听花的组合，就是没有天顺的组合。天顺组合比较少啊，这个89的话比较难。然后波克巴利加注1000刀，冲一个超对要价值。如果是一个听大花的话 ，CS bot 也不会爆掉了。Remember, Sia was the three better here. Poker Bunny called the three bet, so she should be the one with all the. CS bot 选择了 call， 彩池膨胀到3600刀。CS bot 后手马量是6250刀。哦，转牌一张 K。这8%的胜率转牌就直接给发出来了。现在波克巴利的胜率只有3%了，需要合牌追一张五，外面只跑一张五了。哎呦，这个牌发的，对波克巴利来讲，好一点的消息是发出一张草花 K。那 CS bot 翻前3bet，然后这个有一个两高张听花的组合，转牌的话很有可能成花了。波克巴利还是下注1300刀。我们来看 CS bot， 这里可 call calling， 尽量不要打一个什么3000刀、4000刀的加注啊，这里要么 call， 要么直接 calling， 我觉得更好。You can see her calculating her move. 打出一个加注，波克巴利推你的 all in， 你也是套池了，很难受的。好，我们来看 CS bot， 只是选择了 call， 彩池来到了6200刀，合牌一张红心二，那牌面是出顺，两张成花。我们先来看 CS bot 能不能打出来，如果他选择过牌的话，波克巴利即使下注，尺度也不会很大。好 ，CS bot 选择了过，到波克巴利。波克巴利这手牌如果选择过牌摊牌的话，100分；如果做一个小尺度的下注，面对加注直接后料给60分；如果说直接推 all in， 或者是下注以后面对加注推 all in， 那这个就0分了，没什么好说的。看波克巴利能不能选择摊牌，如果能摊牌的话，这手牌打的就很完美了，没什么好说的。哦，直接推了 all in， 直接推了 all in。合牌 CS bot 过牌了，他觉得对手应该是没有成花成顺的组合。我们来看 CS bot， 波克巴利翻前 call 了自己的三 bet。其实这个牌带花带顺的组合还是存在的，看 CS bot 能不能抓下来了。这个顶三条就是输花输顺，好，选择了 call， CS bot 成功收池。两位美女之间的博弈，最后以华人美女牌手 CS bot 收池为结束。哦，他觉得波克巴利在翻后加注了自己。那这个牌其实他加注自己的话，翻前扣你的三 bet 是有这个八九一手的呀，或者是同花听牌的组合。这个我觉得不能说明 CS bot 合牌要接下来这个 all in 的原因啊。